每这个笔算错了，是横竖横。哎呀，我偏要横横竖，习惯就行了。管他怎么错笔顺，韩妹妹的韩字也写错了，你写成糟了。哎呀，真烦，不写了，太难了。第十八次不听话发脾气了，要不要执行新妈妈的计划呢？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啊。这么多血脉压制，我就不信家家不服。妈妈，爸爸，那什么时候执行呢？就在你忍不考人的时候。算了，我再忍你一次。佳佳，你吵到邻居了。鲍鱼，哎呀，又有天孩子呀，赶紧全收了。豆豆，王奶奶好傻呀。乱造谣，小心王奶奶打你。一丝风都没有，也没有下雨。哦，倒霉孩子王佳佳，你给我等着。佳佳，你别吵了。佳佳，我们呢？王佳佳，你瞎喊什么？当我杀衣服。王奶奶，孩子不怪我，是倩倩姨妈不准。你当我傻呀？被他胖揍了一顿。自己做错了事还怪别人，吃个雪糕消消气吧。对呀，吃个雪糕消消就好了。这气消的可真快。别擦床上，就擦床上，你管得着吗？反正床单妈妈要洗的。忍无可忍，是你逼我的呀。你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让你不写作业，让你乱造谣，让你躲到被子。你说好，妈妈回来你就死定了。这招就是妈妈教我的，昨天你各种不服，我就问你服不服。不服就不服，你这个破油瓶。检讨书。